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 <笑>脚岩兽，乖乖的跟着我们走。 老爷爷，哎呀，小朋友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呀？老爷爷，我是来救你的。哼，你们就先在这里休息吧，等我抓了另外两个星兽猎人的星兽后，再回来放了你们。哎，阿牛，你们想干什么呀？我要走啊！ 放我出去！以为这样就可以困得住我们？脚岩兽，哟，来了！变身星兽猎人，脚岩星兽神枪！哈哈哈哈，一个铁笼怎么可能困得住我们？看看我们的厉害吧！ 能干发射！哦，太好了，我们得救了！做得好，脚岩兽！火爆兽逃走了！糟糕，那两只火爆兽曾经袭击过村子呀！ 兽不用那么担心了，蓝月很快就会醒了。哎，星城，你怎么了？星城，星城，星城，这晃得我眼睛都花了。东阳和脚岩兽不知道去哪里了，连老爷爷也不见了。 出去也不说，难道不知道大家都担心他们吗？东阳的同伴们，你们给我滚出来！是谁？这里。又是你们。 嘿，嘿，嘿，哎，哎，哎呀呀，好像少了一个人。哎呦，连村里的老医生也不见了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难道是你们？<笑>只要你们两个交出所有星兽，他们就会平安回来。谁会把疾风兽给你们？ 我才不要跟你们走呢！我只做星城的同伴。
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